叔叔是另外一个人说的表哥，是派出所的一个官。你再给我读，你什么都干的。嘿，九派新闻报道。对女店员猥亵，遭到反抗，然后就打骂人。自称叔叔是市长，还有一个表哥是警官，铁哥们是派出所所长。这个事情是12月16日发生在湖南的株洲。问你们怕不怕？怕。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，我们等着调查结果吧。